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我的世界 WinMax 上有怎么样的表现。啥情况？报警了？我们可以看到这帧数59，然后看一下它的视频设置，渲染距离12，最大分辨率，因为咱们这屏幕它分辨 FPS 最大是60，咱们给它调成70，调大点。音品质都高，实体阴影都开。好，我们来开始游戏。我现在是插上鼠标的，然后现在没有开启手柄模式。咱们一会儿用左边这个摇杆，然后右手鼠标玩就行了。现在建图的时候，建世界的时候，频率 FPS 有点低，但是这个无关紧要。好的，我们进入到游戏里了。刚进来，我们左下角显示是个位数，而现在已经加载完了。咱们使劲转圈哈，可能有点晕，得最低64，现在已经加载完了，很稳定哈，也比较准。哎，冲了！把那奖励宝箱里东西都拿走。
火把也都拿走。走着，哎呀，这儿的生物真不少啊，有猪啊，有牛啊，还有羊。那边是村庄，还有小鸡儿。地跑，地跑，鸡毛，什么村庄呢？这儿很稳啊。看一下，是很稳。哟，小黑马，呵，进村儿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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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看看有啥好东西。哦，铁剑。东西真不少啊！不错，哎呀，还到头啊！我操，节制啥说？感觉挺不错的，还行。我们去别的家看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Hello， 你好，姐。木棍和女老师。我们来抠树，艺术品篮儿。所以商店，小木棍也可以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做好多小木棍，然后这么多能弄多少啊？哎，我刚才是去的哪一家来着？你吗？哦，这儿才两个宝石，两个宝石，刚才那尖儿呢？哎呦，摔着。好，对，是这儿。哦，你在这儿呢，哼，要16个，还有点距离。我们接下来就不抠树了，等有空再抠吧。我们继续来进村看看，也有啥好东西。这家来过了。你家大门常打开，我有面包，不错，挺好。
来你们家。啥也没有，随手关门。哇，好多面包啊，这下不用挨饿了。哎呦，有点懵逼了，有点迷路。你家Hello， 纸书架，哇，还有二楼呢，可以，你家还挺好哈，哟。哪儿是哪儿啊，我的天，我都晕了。哎，我又回到这儿来了，那就是往前走，往这儿。这啥呀，这这个大家伙，哎，我操！哎呀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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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别追了！哎，打我没伤害呀，我好像开和平，哦，简单的，我操！我的天哪，太猛了。总的来说 JPD Linmax 玩我的世界挺得劲的哈。也不卡，配上一鼠标，右手可以抠东西，左手可以跳啊，或者走道啊，跑啊，操作还是蛮方便的，挺不错的，挺好。你们也可以了解一下。